好，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。那一样，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的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。那如果要留言呢，好，就按滑到最下面，如果很赞赏就按个赞哈。那我们来再继续哈。啊，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边差几哪几个哈。这边来说，这个整个来说是差69嘛。那69之后就这个这边就差什么 ?69, 那就是57, 好 ,57。这边有7算5嘛。那这边就放什么 ?7 嘛。好，那记得哈，这边差一个把它写上去好了。1,2,3,4,5,6。七八这个九放九，那这个九杀过来，这个就九，那这个九过来，这个就九，这个三格没办法确定哦。那我们来看这边差哪三格哈、哦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边不能放九，也不能放七，所以放八。哦、那这边不能放7就放什么 ?9, 那这就是 7。OK, 那有新增要不要呢，当然还用啊，这个 7, 这个 7, 好、哦。好、哦、然后你看这个 7, 这个 7, 那这边呢这边已经有 7, 不能放7的，那这条没有7嘛，你看这个、哦、这个没有啊，这样不能放 7, 这个就放7嘛。OK, 好，那这个7上来，这个也是7嘛。那这个就是什么八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来呢，我们看差哪两个哈？一二三四五跟六，那这边有六放五啊，好，那这边就放什么六？好，有新增加了五加五，这个就是五，好，再杀过去，这五过来，好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五。再怎么样，这两个五过去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五，物业怎么样 ，bingo 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个就是四，啊、哦，那记得连锁反应哦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就是四，啊、哦，再怎么样，这个四，这个四，这个就是四，四也怎么样 ，bingo 了。这边差一个吧，写上去吧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八啊？哦，好，那有新增接吧，来用这个八，这个八，这个八，八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个九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九？那这个九杀过来呢，这个就九。那这个九杀下去呢，这个就九。好、哦，好，那这个差一个，差哪一个？是差六。这边呢差一个，也是什么？差六。好、哦，那这边差一个，也是什么呢？哦，哦，也是差什么六？那我们看这边，这边有六，所以这边是六。那这边是什么七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教就是用为了要铺那个路哈、哦。你看啊、哦，好、哦，我们来看这边491啊，好、哦，这134，所以是吧？41是好、哦、41。是怎么样一定的九什么、啊、是多余的，好，按照一三四哈，也是啊，三是多余的哈、哦。你看啊，这边什么，好，七也是多余嘛，一七四七也是多余的哈、哦。好，那七多余就是八二配嘛，我们看看是不是八二配，这边八二，这里八二，这边什么二八啊？对啊、哦，那还有什么七多三多余的是六五配嘛？那我们看是不是六五哈？这边六五哈，这边五六。这边六 ，OK，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，二三八，二四八，表示二八是怎么样固定的，三是多余的，四也怎么样多余的，你看，二八八二啊，那表示七也什么多余的嘛，好 ，OK， 我们也快哦，把它完成好了。那其他慢慢就要给对方给你们用哈，你们要动电脑之后哈。
五六五四六五六七，所以说五六是怎么样啊？大家五六五六啊，五六 OK。那下面再给啊，你们自己再弄好 OK。